一起来欢迎友邦新加坡首席，大家好。好，哎，谢谢。上市上柜当中市值最高的市场的专家，毋庸置疑的谷底，什么时候在高点？连 Warren Buffett 都这个产品不是只有投资产品，当然你左边的呢，就是我刚刚提到百分精英基金、进取型、平衡型，有四个基金公司，其中第五名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是怎么看？过去三个月就是从公司的投资型保单怎么看？我们集团纽约总部2008年。能在这为大家分享关于义务等。那现在我们其实要建立信托的原因，受托人以及对信托考虑起草一份意愿书。让我们看一下屏幕，已被提名的保就会按照新加坡的无遗嘱继承的一般顺序，首先和信托的相关信息后，我相信